叫罗雨林，我是纽约大学大四新闻学和经济学的学生。Wait, where did you get that name? 初学的时候读了乔赵薇的《向家和玩家致敬》，然后就完全就是崇拜于他小说里边对于小说里边对于记者这样子，记者这样就对他本人一样的生活经历，然后就特别崇拜，然后所以申请学校就想我一定要读新闻学。最近的话都是跟大选有关的，然后第一个是做了一个我们学校的Republican， 就是我们学校的共和党的学生。这个人的话是我们采访其中的一个，他是一个大四的学生，然后他说的一点让我觉得很有感触，就是他说我们问他保守主义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就说保守主义的意思就是守护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然后他说他出生，他是芝加哥人，他说从我出生到现在美国对我来说一直很好，所以我想保护他。我觉得他的这种对于保守主义的理解让我怎么讲感触很深，对，他就是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就是能让人理解的一个保守主义的出发点，然后我也觉得非常敬佩他这样一种想法。在采访过程中你发现的预设立场一个一个被推翻，会，所以我已经不预设任何立场了，基本上每次都和你想的不一样，所以我已经习惯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再去有任何预想，然后就真正一个开放的心境去接受新来的知识。What's your project on? This one? Yeah. This guy called Hiro Potani. He's an NYU senior and he runs an income trust. So one of his income trusts is investing more on the businesswoman. They want to make finance more accessible and widely available for businesswoman and want to mitigate this gap for businesswoman to get loans, mortgage, everything that is need to start a business. So I'm doing a profile on him. So my problem now is that I have an interview with him, which is fabulous, but a lot of things that he is doing doesn't have any video footage on it. NYU senior Hiro Potani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fight for women's empowerment when he was 19. I first learned about gender inequality and was shocked about how can we limit half of our population and therefore limiting us all. 帮我们学校的报纸写或者帮他们拍东西的时候，是别人编辑会有一个故事的想法，然后你去完成执行。同样也有另外一方面，也有自己去找故事。如果是自己找故事拍的话，就会想每一次拍的都不是不一样新的东西。前段时间拍了一个完全纯属于自己喜欢的，因为前段时间有万圣节之前狗狗，万圣节之前狗狗有那种变装会嘛，所以就去拍了一个，也就完全属于自己兴趣爱好，然后正好离得很近。When your girlfriend's in fashion and your girlfriend likes dogs, this is what happens. 这个照片，哎，这个照片都是那时候去，那时候在以色列，大部分都在以色列拍的吧。我们做了两个 volunteering， 一个是和联合国 UN 和有一个组织叫 Rabbi for Human Rights， 就是拉比为人权这样一个组织，然后是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都是 summer camp。这是前段时间读完的一本书，讲的是就是他当年是纽约时报驻先是驻贝鲁特，后是驻耶路撒冷，然后他写的关于一个政治观察，结合他说的一些，然后再结合自己看到的，就觉得特别有道理，写的这本书写的超级好。崇拜的是战地记者，但是自己估计没这个胆吧。我很喜欢的一个 Vice 的记者，他现在正好在 Mosul， 然后每次看他 Instagram 上的照片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厉害，但是同时想想自己估计没这个胆。我也是希望能够先工作一两年，去感受一下真正的新闻业是怎么样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继续深入研究的读，比如说研究生也好博士也好。因为不知道想从哪儿去读研究生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回避现实的方法。